国内电力传输儿童使用游乐设施着伤的意外，彰化县政府为了维护幼童伫佚佗的安全，将全面安检全县500外处的公园、休闲农场、病院甲餐饮卖着幼童游乐设施，强化各项安全维护措施，让囡仔欢喜放心玩，远离意外伤害。国内各公园或者是营业场所，真侪拢设有儿童游乐设施。但是线常常因为无咧维护或者是设计不良，常常传出儿童受伤的状况。彰化县社会处为了维护幼童的游戏安全，特别以游具用心、检查细心、游玩小心、小孩开心和家长放心等等五心设计，以及了解游戏规则、注意空隙限制、地板防护功能、避免穿白大的衫裤、甲家长全程陪同等等五大提醒。将全面检查县内500外位的公园、休闲农场、餐饮卖场、餐厅、医疗院所、幼儿园、甲学校等等场所的儿童游戏场。彰化县政府为了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个游戏的场域里面都能够很安全，所以我们跟德国莱茵公司来合作。那我们在全县500多个这个儿童游戏的一个场域，包括学校、公司行号、或者一些民间的一些公园设施我们都会来做加强的一个安全的维护。那我们也同时提醒我们的家长，带小朋友去玩了以后这个游戏设施我们要注重它的设备有没有老旧、有没有细缝那我们也希望同小朋友在穿衣服的时候不要有这个绳带的一个设施，这样才不会被这个游戏场域的东西拉扯造成小朋友的伤害。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小朋友都能够安全的使用这些游戏的器材。安内计划已经在明年三月前完成检查，并且要求所属机关甲企业主依据检测结果辅导改善强化安全措施，提供予囡仔会当快乐放心佚佗的游戏空间。新彰化新闻台民林彰化采访报道。